啊，我回去再整理一下我的战术笔记。嗯，没想到这动脑子的事儿比训练还累。对呀，我都饿了，你饿吗？我。 之言之阳呢？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啊？啊，对，说好的一起研究战术。对啊，怎么搞得像咱俩偷摸约会似的？你可别瞎说，上次小剧场的事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了，要不然咱们走吧。走吧，快点。 你怎么来了？那你呢？为什么又和穆同学在一起？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！我们是在跟同学一起研究跆拳道战术。那同学们呢？同学，他们先走了。不对，你怎么每次来都这么是时候？跟踪我，我这是关心你。 以防你又和穆同学在一起，顾太夫人。忙个屁！都说了跟同学讨论战术，怎么？我现在跟穆家养在一块就有罪呗。穆同学，我记得你应该是有严重的哮喘，对吧？之前来我们酒店打工的时候，连累一点活都不能干，你应该是不能练跆拳道了吧？既然穆同学连跆拳道都不能练。 又怎么能和你们一起制定战术？我们是有难言之隐，不得不一起研究战术。什么难言之隐？我看你们就是借机早恋。都说了不是，你有疑心病吧？我不想在公共场合跟你争，跟我回家。你管得也太宽了，我们走。